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人鱼的血，来，我们要更多，把它拿下来。糟了，立即警报，集体遭到其他怪物的袭击。 这畜生应该就在这儿。走。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是我。晚上好，美丽的女士。我在这里丢了一条小鱼，希望你能够配合。你们破坏了我精心布置的宴会，就为了一条鱼？老大，没找到。我们走。等等，你们到我的地，赶走了我的客人，现在还想走？安小姐，反正你也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不如就永远闭嘴。 这就是交出的力量，永远的闭嘴吧。人鱼，姐姐，没事的。小心！今天的事说漏了一个字，我要你的命。今晚我没来过这里。很好，去吧。 小猪，还给我。什么猪？算了，你伤还没好，别乱动。不过，你真的是条美人鱼吗？你的尾巴呢？姐姐，我想。小姐，外面有人找您。没看见我忙正事吗？可是他们是林氏的人。安小姐，昨晚的事是我们失礼了，我们是专程过来道歉的。哦，诚意呢？林氏集团5%的股份，只是我的宠物得还给我。没问题啊。不过。 你拿走了我一个宠物，我要回2个不过分。我这笼子这么大，应该装满。看来安小姐是自己找死了。我最讨厌别人威胁了，这是第二次。什么？安氏集团的神印战机？你不过就是林氏集团一条狗吧？也敢跟我？ 不是喜欢养宠物吗？是啊，老爷，那帮人全军覆没了，那条鱼也被安家大小姐留下了。安氏集团，不管是谁敢破坏我的长生计划，就死。哟，别上头了。水。 口水不行，水太少了。你想要我的项链？想。给你呢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我这条项链价值3782万，你拿什么跟我换？我没钱。
那你告诉我，你的尾巴在哪？要水才会出来。水。你干嘛？你这也没变出尾巴。口水不行，水太少了。那我给你项链呢，也不是不行。要不你当我宠物吧。你愿意收养我？我还没有养过鱼呢，小鱼仔，你叫什么？蔚蓝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一种喝了会让你变得快乐的饮料。好辣，我不喝。那你这项链还想不想要啊？我。老板，解决了。你是哪根葱？安小姐久仰大名，我是哪根从不知意。哦，你是跟之前那帮废物一伙的？那帮废物已经被处理干净了，只是安小姐动了我的人不付出的代价，我的脸上挂不住啊。啊！蔚蓝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想要安小姐永远开不了口。啊！做梦！姐姐，项链。你救了我，这一次换我保护你了。你受伤了。哥哥好凶啊，不过人家好喜欢的。你是谁？讨厌，连人家都不认识。你不是姐姐的新宠物吗？我可是姐姐最讨厌的人。你别晃我。哥哥好凶啊，不过人家好喜欢的。哎，姐姐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。跟我玩玩好不好？你伤太臭了，不用。哼，姐姐的小狗一点都不乖呢。我的人你也敢动？安雅，你这手怕是不想要了吧？我们走吧。听说公司股票又下跌了，姐姐还有心情养宠物啊？安氏集团能有今天，都是因为我。就算是我玩垮了，我也乐意。而你。只不过是那个贪慕虚荣的女人生出来的乳主吧。怎么不服啊？你敢打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呢还挺期待的，不过你现在可以滚了。姐姐，你的手疼不疼？我没事，走吧。混账东西，这就是对大妹妹的态度吗？爸，你叫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吗？爸爸，没关系啦，可能是我惹姐姐生气了，让她不开心了。安雅，回房去吧。嗯。安然，元泰集团的公子元成，人品相貌都不错。有结果了吗？元泰，好大的胆子！那我就好好跟你们玩玩。准备一下，把婚定了吧。想要我嫁他，下辈子吧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我有男朋友了，就是他。你是想气死我才甘心啊！你要不嫁，滚出这个家！好啊，我现在就收拾东西走。安叔叔，我很欣赏安小姐的性格。这门婚事啊，我很满意。
不如尽快结婚吧。他才是我的未婚夫，你帮我。爽快一点，拍个价吧。如果不和我结婚，那要和你断绝关系呢。听说安总是个孝顺的人。我最讨厌别人威胁。今晚的酒会你必须是我的老板，不然安氏集团股票跌得这么厉害，我不介意再多收购一点。好啊，我陪你去。搂着我。这不是安氏集团女魔头和袁太太比吗？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安氏股票最近跌得厉害，难道是商业联姻？姐姐，姐姐。可怜的小狗狗，看来你还不知道啊，你的好姐姐已经不要你了。我姐姐说不让我跟傻子说。她现在正和别的男人订婚呢，要不你做我的宠物吧，人家可是不会抛弃你哦。我才不信。不信？我带你去看看啊。各位，我和安氏集团的安然小姐已经订婚了。他们竟然订婚了。求婚不都是跪着的吗？各位，今晚确实是我的订婚宴，但是我的订婚对象并不是袁公子。他才是我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这是告诉全世界是我的小宠物啊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快走，有人跟踪我们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帮我。你这是要带去见家长？这贱人凭什么这么嚣张？他有的，我要一个一个。我过来。笨蛋，领带不是这么细的。这样，我要学怎么做一个人。怎么突然想当人类了？我就是想当条小鱼不好吗？每天在家里还能被我泡。当人类好惨。哎，你的眼泪会变成珍珠啊！哇，这些珍珠也太好看了，你再多喝一点。不喝，你喜欢珍珠啊？哪个女生不喜欢啊？那你跟我回大海，里面有好多珍珠。你这是要带我去见家长啊？怎么又是你？安总，其实我不想打扰你，只是公司确实出了点大事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您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。这个月奖金充公，当我的精神损失费。姐姐，怎么？电视上不开心，这样就会开心起来。好像是还挺有用的，走吧。这不是去公司的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安总，得罪了。哟，小帅哥，好巧啊！你说，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，会不会人柴烈火呀？你想干什么？别怕呀，小家伙，乖乖听话。安总，我老婆孩子还在他们手上，我对不起你。袁总果真够贱的。贱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
你宁愿去泡一条鱼，也不跟我结婚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会真以为本宫总看上你吧？要不是冰上派我带回那条鱼，算了，你是将死之人，知道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怎么不喜欢主动的吗？要不姐姐在哪？他应该在袁公子手里，快活的不行了吧？小东西，原来你喜欢这种啊！你，哎，大家伙别着急嘛。 反正都是来玩的，不玩，人心。 别乱动啊，弟弟，小心刀可不成你。安然，你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魏然，姐姐，安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拿刀架在本少爷的脖子上！安然，你说你过来添乱干嘛？你现在下跪求我，不然不要了。 不要！够了，够了！能不能放开你走？一条鱼都抓不回来。 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？闭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可以啊，可是规矩就是规矩。不要啊，闭上！啊啊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。这次只是一个小教训，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 我有办法让你不疼。还有这里，是不是很疼？不疼。我有办法让你不疼。你什么办法？还有哪里疼？还有这里。 玩够了没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你看看，公司都要垮了，你还在？刘秘书他就是公司的内奸，这次的事情确实是我眼瞎，我会负全部的责任的。你负责？你负什么责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对了，这位是我的新秘书，秘书多方便，这还是爸呢，教我。我们走。 到我们反间，袁公子，今天吹什么风啊？想起我来了？当然是好事，我想要你帮我一个忙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帮我搞到安然身边那个小子。那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帮你搞垮安然。 安氏集团自然就是你的了。哼，袁公子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有底气说出这种话？
我连你爸都搞定了，还是我也没有底气。我现在没钱没势，我养不起你了，你走吧。本山出现连环杀人案件，受害者皆为年轻女性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安然，你还有脸过来？现在变成这样都是你的错。滚，滚出安室！滚出安室！你们别。那你们倒是说说，我走了，这个位置谁来接手比较合适啊？啊，这……反正你要给我滚出安室，滚出安室！那就举手表决吧。爸，同意安然离开董事局的，现在举手。爸，你要我走，我走便是了。没有我的暗示，什么都不是。小家伙，我现在没钱没势，我养不起你了，你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跟着你。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不是你主人了。你收养了我，陪着你。你别喝，我要喝。你别喝，你他妈找死啊！嘴巴放干净。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吗？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安然，安氏集团的总。现在不是了。你。真绝情，卡都给我停了，我不能再颓废下去了。我能撑起一个安室，就能再创造一个安室。姐姐，回来了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没事，我先去洗漱了。本市出现连环杀人案件，受害者皆为年轻女性，请广大市民。我最喜欢愤怒反抗的心，我的女人也能。我最喜欢这个牌子了，就是因为它贵。老实交代，钱哪来的？你喜欢就好。他的眼睛越来越严重。本市出现连环杀人案件，受害者身上都有怪物撕咬痕迹。怎么可能是他？可是他每天晚上，你出去干什么？人呢？我最喜欢奋力反抗的小孩。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对不起，太晚了。你来了。没关系，本市连环杀人案凶手已经缉拿归案，感谢热心市民安妮。疼吗？其实不用上药，很快就会好。你最近到底干什么去了？再不老实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啊，别。我就是你。你是个小傻瓜，怎么没把你给哭瞎啊？我不想让姐姐受苦。以后不准再哭了，你只能被我弄哭。
当年安总可是让我跪着求你的。非常奇怪，他的肺部更像是鱼类的元气，导致他缺氧昏迷。医生，那该怎么治疗呢？这，安小姐，以你现在的经济状况，恐怕很难治疗。只要刘总愿意签这个合同，我就有钱给魏兰治病了。你好，我在这里等了刘总两个小时了，能带我去见他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刘总现在身体不适，不能见你。身体不适？我跟刘总这么多年的交情，这点面子都不给我。看看自己身上。行吧，我现在帮你去找他，行了吧？你在这等着啊。哎呀，那个安然在外面等了好久了。那个刘总，那个我先出去了。刘总，我们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，最近我想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，我想。合作伙伴嘛，不是。不过当年安总可是让我跪着求你的。刘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求人吧，就得有求人的样子。以你现在的经济状况。好，我求你。你都做到这一步了，好像不答应你不太好。我先。手抖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不会让我自己点吧？嘴巴有点抖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是前四十，我摸一点滑滑腻的东西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啊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！魏兰，哎呦，哎呀兄弟，帮助我！哎呀哎呀，你魏兰，你碰我干什么的？哎呦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你敢碰我？来人！哎呀哎呀啊！你快走！姐姐都疼成这样了。还扬着一下白脸。安总，这次你的设计我非常喜欢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感谢林总的信任，我会用最短的时间打造出一线服装品牌的。好的，两天后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杂志发布会，安总别搞砸了。啊，两天？谁说我们要买了？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听说姐姐最近快成风了，要住到贫民窟里去了。安雅，你这鼻子还挺灵的，怎么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？姐姐，这你可冤枉我了，看你一眼我都恶心了三天吃不进饭呢。要不还是姐姐滚出去吧。我是来看画的，凭什么要我滚出去？倒是你嘴这么臭，别熏到这些画。这里的画你们估计一辈子买不起吧。你好，我想要这幅画，帮我包起来。小姐，这一幅画的售价是3900万，画家本人表示只接受全款。怎么这么贵？而且这幅画刚已经被这位先生买下来了。离我的画远点，我怕你来不及。你哪来的钱啊？刷你的卡。3900万啊！元成，别说我不帮你。我已经找到他们两个了。我一定要整死他们。看，别的小朋友有的，我们家小朋友也得有，直接去给你买。嗯。还有哪里不舒服？用力一点，我不喜欢看人。你这个畜生！我们俩到底谁是畜生？要不是你这个畜生，我弟你能成这个样子吗？啊！给我狠狠的打！元哥，冰少说要活的。妈的！非要老子打！打个半死的送回实验室，我要他生不如死啊！还有，把安然那个别给我抓回来，不可以动他。哦，
那我偏要跟你打，我还有一卡车的男人。我要让你在旁边看，看着他的衣服被撕碎了。你也很兴奋对吧？看着你的女人被别人……你别嚣张，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头没有意识的狗了。狗都是什么？那可是个好东西啊！打死我呀！蔚蓝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他欺负我。疼不疼？疼，他手上有倒刺。你没事，姐姐带你回家。姐姐，人家好怕啊。元成，你完了，你动了不该动的人。你们俩给我等着。姐姐，我受伤了，需要治疗。那你想怎么治疗？伤口要轻轻才会好。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原太集团的太子袁成涉嫌非法拘禁、虐待，已被警方逮捕。最新消息，袁成在监狱里离奇死亡。死了？不是我。死了也好，恶人自有天收。算了，我现在安心赚钱养我们家这条小鱼。伤口还没好呢。喂，林总。什么？每次和姐姐在一起都幸福的像做梦一样。这一件呢，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叫做《人鱼的眼泪》。今天安氏集团的安雅去开发布会了，用的就是你的创意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我们的衣服全部都给弄坏了。这些人可真够无耻的。对了，来，你看，发布会开始。这次的设计都是出自于我本人之手，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，谢谢。哎，明天我们发布会要举行了，这可怎么举行啊？林总，你放心，我会解决好这个事情的。交给你了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姐姐今天有大麻烦。什么？这些不是你发布会要用的衣服吗？怎么弄成这样？你再检查一下。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烂摊子收拾，然后再好好收拾一下不听话的小老鼠。你这个小坏蛋，还装睡？没有，每次和姐姐在一起，都幸福的像做梦一样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发布会要开始了。把我也带上吧，我很听话的。发布会都要开始了，模特怎么还没来？安然，不好了，我们所有模特都被高兴挖走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怀疑是被人恶意收买了，故意让我们没法拍摄。林总，你现在立马去联系其他的知名模特。好。姐姐，忙了一天了，喝口水吧。好。我最讨厌迟到了，模特再不来我就走了。哎，王老师，别啊，王老师，这模特马上就到了，您是我们最好的摄影师了。你要是走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呀、啊？你再等会儿吧。哎，这下模特来不了喽，看你们怎么拍摄。不好意思，让老师久等了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有点像明星。不好意思，让老师久等了。我的模特已经好了，这一件呢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叫做《人鱼的眼泪》。
护士姐姐，我想参加。不好意思，让老师久等了。我的模特已经好了，这一件呢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叫做《人鱼的眼泪》。哇，他们在拍什么？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好漂亮啊！真的好漂亮啊！哎呀，刘老板，没问题了，那个衣服订单肯定给你留着，不过要等到两年之后了，两年之内的都卖完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发大财了，那几百个电话订单找到我，我们要赚大钱了。林总，这才刚开始，是，还在后头。哎，对，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！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。来了，安然女士，听说您这次发布会大获成功，请问您心情如何？心情挺好的。安然女士，请问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这个有一点不方便告诉大家。有人爆料，您的前未婚夫袁成先生的死跟您有关，您是不是买凶杀人呢？没有证据情况下，肆意的引导舆论风向，诽谤、造谣。现在，进去要关注你。等着收律师函。有人爆料我买凶杀人，袁成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亲者自亲，我不会保护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帅啊？哪里帅的？我是不是特别帅？那你该怎么奖励我？护士姐姐，我想来。那你喜欢哪一款的制服啊？林总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打电话都这么凑巧啊？大事不好了，举报我们公司涉嫌抄袭啊！现在所有的订单都在找我们退货了。怎么又是这个坏女人坏我好事？我出去一趟。啊，我的护士姐姐。大事不好了，哎呀，举报我们公司涉嫌抄袭啊！现在所有的订单都在找我们退货了。怎么又是这个坏女人？这次我也很意外，从小姐姐就喜欢借鉴我的东西，但这次的作品我真的对她十分用心，所以才不得已站出来大义灭亲的。姐姐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抄袭了。作为姐妹，我再这样放纵你就是害你啊。好一出姐妹情深啊，误了我的设计还拦腰舞弊。安雅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说话可是在我这儿。既然是我抄袭，那你倒是说说珍珠的产地在哪里？选取的是什么成分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该不会是不知道吧？我只负责设计，珍珠当然是由部门去采购。陈妹妹，多吃点猪脑补补脑子吧。我这套设计呢，重点就在珍珠。我的每一颗珍珠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切，珍珠怎么可能独一无二？大家好好看看，我的珍珠里面都会发出淡淡的蓝光。啊，珍珠上真的有蓝光哎！全看见了呀，真的是好奇。你们别乱说，这跟珍珠根本没有关系。蠢东西，我的珍珠叫做人鱼的眼泪，是我一整套设计的创作理念，是根据人鱼的故事设计出来的。而这个珍珠才是衣服的底基。一条鱼是不是可以收网？别急，袁晨那个蠢货，蠢事干了不少，但有一件事干得漂亮。说什么？没关系，会回来的。就是不知道他的基因会不会更美妙？是。
人鱼，跟我走吧。不要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好不好？太有趣了，为了一条鱼竟然下跪求我。这是我从三亚空运过来的海水，还是我们国内的海水干净。还要一起下来玩吗？我不会游泳，你自己玩吧。姐姐小心！被冰少如此看重的人鱼，没想到啊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。感觉现在心脏难受，浑身无力呀、啊！你跟他做了什么？我在水里抓到了美人鱼，真是个废物！桂兰，人鱼，跟我走吧！不要！桂兰。你没事吧？林总，是你啊。你没事吧？都昏迷一天了，来喝点药。糟了，蔚蓝被带走了。安然，你病还没好呢。我要去救他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怎么落魄成这样啊？蔚蓝不见了，她在哪儿？你肯定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是知道啊，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你告诉我她在哪儿好不好？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这附近人这么多，我也想不出什么过分的。要不你下个跪，然后抽自己耳光，然后再说我是贱人。我是贱人，太有趣了！为了一条鱼，竟然下跪求我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好吗？很好，不愧是我亲人造最听话的狗。你忘了我吗？你真的忘了我吗？快动手！我也想告诉你，是我真的不知道呀。快过来！喂，真听话。不过你到底有多听话了？一切服从主人命。如果我让你去杀人呢？一切。杀人，主人命令。很好，不愧是我基因改造最听话的狗。蔚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蔚蓝，他们是谁？乖，先跟姐姐回家好不好？蔚蓝。这个女生太聒噪了，把她舌头给我割了。你忘了我吗？你真的忘了我吗？快动手！好好好，就知道今天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队长，走。你真的吗？我一定要救他。好久不见呀、安然，我可是想你。快走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那你猜猜，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？
袁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叫我来干嘛？老朋友，看看这是谁？他怎么变这样了？惊喜吧，这是我从地狱回来送给你的礼物。陛下，救救我！最后一期。我现在也是基因改造的怪物了，都是拜他所赐。但现在我把这个逐梦的机会让给你，是不是很妙啊？你没吃饭吗？就要这样，狠狠的打，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要让他痛苦而死。你醒醒，你不会真死了吧？怎么，害我死的不够快？你别说胡话，我是平时爱藏你东西，但我也不算你真死啊。是吗？无所谓了。你振作一点，那些宠物还等着你去救呢。回来，走，我的车停在外面了，快去。哎呀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快走，安雅。终于混进来了，蔚蓝到底在哪？我好像没见过你，你不是我们医院的。喂喂，快点来人，有人闯入我们的基地了。蔚蓝，跟我走。蔚蓝，杀了他！快走，控制不了我自己。让你猜猜，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？我拦住他们！姐姐。我带你走。给我拦住他们！姐姐，都是我不好。不怪你，是那个残废把你变成这样的吗？姐姐。你的伤没有办法治疗，那你帮我。姐姐，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不要再管我，不要再让自己身处险境了，我会很担心的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有我该做的事情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有什么能帮你的？对他的所有犯罪证据引起非法研究，可能是一种我是在做梦吗？我竟然没有受伤。林总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我希望你帮我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。云城。是啊，又是我。Surprise！ 很惊讶，我竟然还活着。看来我叫过去的人都被你收拾干净了。不过你现在最好别乱了，你不会以为我蠢到能做梦？那你觉得我看上去很蠢吗？你的妹妹已经服侍我两年了，我有点腻了。
了什么？安然，你愿意为了他自己去死吗？带我去见他。原来爱一个人真的可以连命都不要。真是个蠢女人，杀个人都不会。要不是你这么蠢，现在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放开他！放开他可以啊，那你来代替他怎么样？好。哎，没意思，你也是个蠢货。去把他带走。哦，对了，把话放出去，那条臭鱼要是今天不来，两个一起处理。今天晚上吃点小龙虾什么的。可以啊，再喝点啤酒呗。哎，去不去啊？晚点再去吧。安然，安然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安然？基因改造真厉害，连脸都能一模一样。你是？蠢货，为个女人竟然可以这么蠢。蔚蓝，你没事吧？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要不是你，我能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人不人，鬼不鬼，我只想要你死，尽情享受最后时光吧。只要他一松手，整栋大楼就会不。你别过来，快爆炸了！姐姐，你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？快走吧。原来爱一个人姐姐，你怕死吗？我不怕，我怕不能和你一起死。是啊，这都说的是什么呀？算了，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路上遇到了一点小事，处理了一下。以下我所说的一切，本人愿意用生命担保真实性。你们眼前的这个人犯下了谋杀、绑架、滥用药物、研究基因变异等重大罪行，这就是他的罪证。我相信，警方也相信，警方一定会高度调查。未来，你醒醒！姐姐。你做得很好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这样，去医院。未来，刚说什么？医生，他的所有器官都已经衰竭了，你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吧。不可能的，医生，你一定有办法救他的，对不对？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不舒服，姐姐会给我亲亲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闹？没闹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睁开眼，你就在我身边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着我家小宠物的。乖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姐姐陪我一起睡觉去。差点忘记给他吃药了，虽然生存的几率不大，但是还是给他吃下吧。谢谢医生。这么多年朋友了，赶紧给他吃下吧。来，把药吃了。你们吃下了，那我先走了，安心静养。喂，医生。我看着他把药已经吃下去了。
我的老婆和孩子呢？你做得很好，现在就送你去见老婆孩子。嗯。